老妈妈来。台长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我叫林思英。哎。我是1936年9月28号农历出生的。哎。1936年，属于鼠，老鼠的鼠。老虎的虎还是老鼠的鼠、啊？老鼠的鼠。老鼠的老鼠的虎，老虎的鼠。鼠。我搞也搞不懂了。我普通话不好，不好意思。是什么？卢台长，他是鼠，老鼠啊鼠。几几年的鼠啊？哎，1936年。好，老妈妈想叫我看什么？36年属老鼠。我想台长，看看我身体。啊，老妈妈，我给你看啊。好。从上到下呢，我帮你稍微看一下。你现在呢，这个后面的脊椎啊，脊柱啊是歪的，所以你的腰很不好。对对对对。鼓掌。对。还有老妈妈，你的眼睛很不好。对对对。啊。对。还有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心脏也不好。好，对对对。对。真的，对的，真的。还有你的关节也不好。对对对，真的真的。啊，真的。谢谢台长。老妈妈，你记住我句话，我还要帮你讲了，你的牙齿都不好啊。对对对。我什么都看得见的。啊，真的真的。对对对。我们老妈妈，你要念经啊！啊，有。我刚刚看了你身上的还有一个小孩，你过去掉过孩子的，告诉大家对不对啊？哎，对对对对。好了，我谢谢。不是啊，我还要。你要给孩子要念，还要念54张小房子。好好好。好吗？好。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？我还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先生啦，是刚刚2015年农历7月21日去世的，去世。你就告诉我叫什么名字就可以了。梁。姓梁的，梁达明，发达那个达，发达的达，梁达明是吧？是是是。明是什么明啊？达明，光明，光明的明啊。对对对对。去年走的是吧？今年。今年走的。啊，去年九月。去年了，去年现在讲是去年，2015年七月。他走的时候蛮痛苦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对。老妈妈，你现在呢？我是这么讲的。啊。你呢？没帮他念什么小房子？你呢？找过别人给他超度过，庙里呀、啊？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超度过，对对 对, 对。我讲给你听，他现在也把他算超上去了吧，在阿修罗道。哦。你的先生脾气非常不好。啊，是是是是。是是是是是。听得懂吗？其他的呢，没什么大问题。你呢，帮你先生如果继续念68张小房子。看看能不能把它抄到那个天界去，那是最好的了。我现在念了130几的小房子，还要念68张小房子，看看能不能把它抄到。感恩。你想不想晚上见见他了？你要见我，可以晚上叫他来看你的。好。要不要啦？要。好。我想啊。我不想见他。我不想。一会儿想一会儿。我真的不想见他。我真的不想见他。我只是念给他小房子。对吗台长对吗对对对。我听错了我听错了。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。老妈妈你记住。他呢脾气不好，另外呢他现在呢心中还有很多的恨、哦、他走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孩子，他很生气对他、哦、要叫这个孩子给他念，这个孩子不给他念的话，
他以后会找这个孩子麻烦，会让这孩子生病的。哦哦，明白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嗯、有没有这个孩子啊？他很生气的，经常骂他的。哦，对对对对，真的，真的很对，好，真的好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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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的好对，说的好对、哎。老妈妈，你赶快帮他超度到天上去的话，他就会在人间没有兴趣了。阿修罗道的人呢，很容易下来的，明白了吗？谢谢刘台长。我妈说想给我儿子看看图腾，可以吗？已经本来已经看两个了，一般只能看两个。谢谢。你儿子，你就问一个问题吧。比方说，你儿子有什么问题，你直接就问。就是，他是属狗的，是1995年属狗的。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是读书方面，还是比方说今后啊、这个方面什么问题？身体和读书。啊，我看看。哦，要当心啊！这孩子有点自闭啊，整天躲在房间里打电脑不出来。对呀、啊。不愿意见人，不愿意讲话。啊，是的，是的。明白吗？对，好吧。他以前有点自闭，他现在好了一点。我帮他念了好多小房子，他好了很多。好了，好了很多，还要念小房子，大概还要念380张吧。跟他念380，好的好的。好吗？好的。给他放点生。放生放了、帮他放了100多条。他这个自闭症现在是减轻了，你们家到时有护法神过来。哦、护法神经常来，护法神来的时候呢，香会打卷，有时候。我从来没有看过打卷，不过我希望。有没有油灯？有啊有啊。油灯接莲花有不啦？我不会看。油灯接莲花呀，啊，香打卷，油灯接莲花，嗯、哦、嗯、好的，好吗？好，好了。感恩卢台长，谢谢、谢谢。